编号六十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号六十号的露露黄露子英，今年32岁喽。我的星座是金牛座，就是人家说谎，那很务实、爱赚钱的星座。然后我的血型是 O 型。平常我的兴趣是听音乐，还有看电影。啊，但说到电影的话，你好的，接下来是我的表演。饺子就在锅里，怕你吃不上了。因为你有个太好太好太好的母亲，你又是个太好太好太好的儿子，我没有资格做你的女朋友。请你不要再抓住我，让我走，要不然我会说出很难听的话来。你是在靠北吼？是你家己欢喜，跟我贴票几万呢？我无去外口甲你幼呢，嫌歹看，等于看恁老母啦。好嘛，这位主播，从我这边到你那边，一个我不。一二三四，好了好了。我们是来选主持人的，不是选女主角，不是男主角，没有韩星演员，也没有。你能主持吗？我可以啊。那就是你喽。